他会不会不在里面？我们这边。 卓宁，你在房间啊？我们敲了半天，以为你不在，怕你出什么事儿。我昨天不舒服，睡得死不行啊！还不赶紧出去啊！昨天还好好的。 今天怎么就不舒服了？这两天太紧张了，可能是累着了。昨晚睡觉又忘了关窗户。你太不懂得照顾自己了。都准备好了吗？那走吧。我们该出发了，卓宁，你在这儿等我们回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是行动组的人，为什么行动没我？你枪法也不怎么好，一个女人去了也是碍手碍脚的，帮不上什么忙。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？行了。 你就别去了，到了行动现场，我们也没时间照顾你。完成任务以后，立刻撤离。我不去，我也不放心啊！快走吧。你看你这个样子，还怎么参加行动？还是等我完成任务之后回来一起撤离。如果明天这个时候我和张东还没有回来的话，就是牺牲了。你赶快从安道原路。 你可以进去了。 从正门进去，还得想别的办法。为什么？在彭振山的别墅，我已经暴露了。从正门进去太危险。军统那边有什么打算？他们打算明天行动，我们刚好可以利用这些人为我们打前锋。老徐同志，你明天带人从正门接应，我想办法从楼上的排风口进去。
对面楼上有鬼子，我们怎么过去？请示给韩队长。韩队长昨天计划好的，一会儿枪一响，我会从东面第三个窗户跳下去。你在外边要灵活机动，注意安全啊！你也是。 先生，这酒不能喝。你说什么？不能喝吗？先生，这酒真的不能喝。可是我最喜欢喝红酒了。先生，你有很多杯酒，你干嘛非要喝这杯呀？我只喝红酒。先生，这酒真的不能喝。哎，先生，这酒。 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再给你拿一杯好吗？不好意思，可恶的两个人，算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还好，多准备了一包，找机会把药下了，毒死那个狗汉奸。 大概，说了所有话就没理了。就当死了他，続けて、監視大赛。はい。婷婷，菩萨，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准备好了，我们可以走。好，把这个装上去。 地方躲起来，我先出去看看。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父亲？想见到你的父亲。
就按我说的去做。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今天我们这个酒会，很荣幸地请到了华商会主席彭振山先生。彭主席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这个酒会，这是我们大家的荣幸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彭主席的到来。 主位，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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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去守着吧。是。父亲，天哥。父亲，这一切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汉奸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被逼的？你是不是带着什么假任务、假投降的？你告诉我。这个小姐是谁？哦，军统情报组宋卓宁。哦，你们是来锄奸的？锄不锄奸以后再说，我们现在要把你带走。我不会跟你们走的，父亲。你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？还用说吗？你们都看见了。嗯。你真的当了汉奸？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！这场战争早晚是要中国人落败的，上海也早晚落到日本人的手。俗话说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这么说，你承认你是汉奸了？不，不会的，我父亲不会是汉奸的。父亲，你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你爹我戎马生涯一辈子落得个什么？不就是想享享清福吗？你们俩人赶快走吧。父亲，你怎么了？啊！你鬼迷心窍了！住口！有你这么跟你父亲说话的吗？洪振山，现在必须马上跟我们走。我不会跟你们走的，你们就把我打死算了。最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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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
好，走开。 前面第二个路口就是米店了。过了米店，就没有路卡了。给你们送到位置，这辆车也就不能要了。 已经回去了，让我再次等候，告诉你马上撤退。快走吧！我不走了。我要去找我父亲。你爹已经死了，你回去就能干嘛？鬼子马上就追过来了，如果你再磨磨蹭蹭的，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？你打死我呀？你现在就打死我吧！我爹已经死了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快走，鬼子来了！ 天哥，如果你们全家因为你的幼稚断了香火，你就算死了，也没有脸去见你爹。如果你真是个孝顺儿子，你就应该好好活下去。阿基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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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小哥，
た車を発見しました。行くぞ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爹临死前跟你说了什么？佩服你的，你还敢回来？战中，你干嘛？我是在执行站长的命令，处决他。我看谁敢开枪！周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有新的情况，就向站长汇报。一切等我汇报完了再说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有没有必要不是你说了算的。怎么处置彭天哥，站长说了算。彭天哥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彭天哥，我好像看到你父亲是不是交给你什么东西，你藏了起来？如果是证据的话，快拿出来。是啊，既然有证据，就拿出来看看。搜他的身。枪放下！彭天哥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见市长。好，马上打电话给市长，让他过来。好，好，快，快去！把钥匙留下。监视里面的情况，有机会就打死彭天哥。跟我来。别太担心了，站长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要是咱二王杀了他，能有今天？身手敏捷，胆色过人，又有头脑，有没有考虑过加入军统，为国家服务啊？你们军统都是卑鄙小人，干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心扉急着骂军统啊！看来你父亲是给了你一些秘密的东西。既然这个能证明你父亲是清白的，为什么不拿出来呢？因为我不相信你。我知道，你只相信你们师长，但这里不是师部，是军统。你应该学着相信我。你们怎么跑回来了？彭天哥这个王八蛋，他一直躲在拐角，后来又把窗帘放下来，我们拿他一点辙都没有。这个王八蛋，是吧？你老拿着枪指着我，累不累？啊？放下了，我给你倒杯水喝。
都不要冲动，都不要冲动！你是为了给你父亲平反，你要是杀了我，不但他的反平不了，你也会被乱枪打死。把枪放下吧。放了你！放了你！我就不能给我父亲平反了。放了你！你连手下的瞬间就把我打死了。放了你！那你去顶背，把枪放下，给我闭嘴！怎么回事啊？ 哎呀，孙师长，你可来了！天哥，先把枪放下。啊！父亲死了，父亲被日本人打死了。孙叔叔，我知道。哎呀，陆站长啊！ 你们又把天哥怎么着了？你也看见了，他是要把我怎么着啊？这你要是不来，我这命也要放这儿了。算了算了，过去了。那行，那我就把天哥带走了啊。哎，这可不行。你们还要为难他呀？我从来没有想为难过他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他父亲是叛徒，天哥也是叛徒嫌疑人。 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，你把人这么带走了，我不好交代啊！我有证据，天哥，你有证据？这是父亲牺牲之前让我亲自交给你。 上面就有日军的机密，一定可以证明他的清白。太好了，天哥，委屈你了啊！陆站长，你看见没有？我现在可是有彭振山不是叛徒的证据。可是你呢？有天哥是汉奸的证据吗？要是没有，我现在把天哥带走，你该不会有意见吧？ 请便吧，咱们走。孙师长，人我是交给你了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彭振山的案子事关重大，万一有什么重要的线索，别忘了通知我一声啊。行啊，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会这么做的。天哥，咱们走。 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咱们就这么把他放了？不放怎么办啊？你有证据吗？啊？我怎么留他？嗯？天哥，沈雪，你没事吧？ 见到彭叔叔没？师长，我请求您赶紧把娇娇写出来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会去做的。天哥，这次你吃了不少苦，还带了伤。师姐，带他去休息室，换件衣服，上点药。 天哥，你别多想了，就差这么一步。
就差一步我就能把父亲救出来。你已经尽力了，现在是在打仗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沈雪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也不相信我父亲是汉奸，对吧？孔叔叔，不可能是汉奸。可军统那帮王八蛋，他们相信，他们非要听我父亲就叛变了，就当了奸细。我真没想到，我们父子俩这么忠于党国，最后竟落了个奸细的下场。不甘心，我他妈不甘心！现在父亲已经死了，接下来他们就该拿我开刀。你别这么说，等胶卷洗出来，真相大白，彭叔叔一定可以洗脱罪名的。请进。彭少校，孙师长要见你。报告。进来。师长，现在是不是可以证明我父亲的清白了？天哥，你坐下。你别着急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呢。您什么意思？我也相信老彭不是叛徒，可是咱们没有证据啊。那胶卷里面没有证据吗？那些不是日军的机密吗？很遗憾，你带回来的胶卷帮不了你父亲。为什么？你自己看吧。为什么会是空的？不可能！我父亲给我的时候，让我亲自交给您，我保护得很好的，不可能是空的。天哥，不要自责了，看来一切都是天意呀。师长，你不能这么说。我父亲他没有叛变，他是清白的，这点您应该知道，您应该清楚啊。你父亲已经去世了，不管他是不是汉奸，没人再会关注这件事情。师长，我父亲他为了我们国家卖了大半辈子的命，他也是为我们国家才牺牲的，他现在死了，还背上了汉奸的罪名。您说我父亲能走得安心吗？我求您，给我父亲办一个葬礼。你一定要给他办一个军人的葬礼，我求您了，我求您了。天哥，你这是让我为难呢。现在局势紧张，我已经顾不上这些了。再说，你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你父亲是英雄，不是汉奸的。这个葬礼你让我怎么办呢？我可以再去找证据，我能找到的。天哥，不要再纠缠这些了。我还有事，你先回去吧。
我父亲被日本人抓，是不是你指使的？是不是你害了我父亲？你说呀，放肆！你是说我这个师长才是汉奸，对不对？洪天哥，你想干什么？父亲现在蒙冤而死，既然你不能还他清白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天哥，你别冲动，我立即。